上厕所，然后顺带习惯性的就点了一支烟，刚点着没过一会儿，然后我听到快门声音咔咔咔的，然后一抬头，他伸个头进来，然后拿个手机一直在那儿拍，然后我才发现这个人是我们公司新来的管理。他在厕所里面抽烟，就给我们那个消防那个领导拍到了。哪怕就是我违反了场地常规嘛，可以选择在厕所外面等我解决好，收缴我的工作证，交给办公室处理都可以。嗯，不应该私自拿手机去拍摄。因为我们这里都员工的话都要去取证，然后就随手拍了个照，这是我的举动是不对的，我承认我的这样。作为这个员工来讲，首先第一个，他是可以进行报警，要求公安机关对于这一个主管的这个偷拍行为进行一个处罚，正常来讲是属于500块钱以下或者说是5日以下的这个拘留。